哎，我问了点题，他能回答上来不？你这样啊，你问问题，他如果能答上，你赶紧走，行不行？啊，行行行，不，快点快点。我小助手在呢。我问你点天花板级别的问题，五连问像九连环那么难。我问你，生蚝煮熟了吃还叫生蚝不？凉皮儿搁热水拌了还叫凉皮儿？被门挤了的核桃吃了还能补脑不？这午餐肉晚上吃还叫午餐肉不？肉色的丝袜穿我腿上还算肉色的不？请回答。小助手正在搜索答案，小助手有点蒙圈，小助手核心组件过热，小助手自闭中，小助手要坏了，小助手冒烟了。哎，小助手，哎，哎，小助手啊，小助手，小，站，冒烟了，还不害怕？我，老杨，整坏了，坏了，咋不爆炸把你崩飞呢？